这个，随便按糟老什么的，上面 get，按哪个？第二个 get，这个，对，点开，这个按一下，对，第一个，这哎，个，你不是点了下面那个，这个，下面第一个，这个。对。同样的点第二个，还是那个对，这个，对，然后写第二个，第二个，第三个，一样的，同样的，刚才的一样，不是，第还是三，刚还是刚才那个，刚才那个。第三个。然后按下面那个 filter，这个对，打开，打开，完了，你的脸都投影进去。然后再开加热，上面那个 filter，这个。对。打开，然后调节温度，这个温度，这个那个点呢，转圈圈那个，转圈圈，划了一下，对，划到最左边，这怎么划不了？我的天呐，好，可以。然后点那个 antifreeze，右下 antifreeze，那个水这个，对，打开，关掉了。哦，没有，对的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。点那个 lock，这个。对，四个零，打开灶了，对，这个，下面的，下面的，对，时间调节，滚的，对，鼠标的，好。星期三，然后下面，然后退出去，退出去，对，好，这段时间等一下，一个这个时间。首先，你这边的图标会变。然后那个产品也会变。好，关掉，把那个接的关掉。这个。对，关掉。好，对，然后那个华氏设施那个切换，C 和 F。C 和 F。C 和 F 下面。把这个对点一下，对，
为什么过滤还开着？加和减，对，对，继续操作。再见。对，加和减随便你，我在这边拍，你继续操作，继续按。对，再按，再按一下。C 和 F 再按一下。C 和 F 按一下。